嫌犯开车一路跑给警察追，最后开进产业道路，遭警方破窗将人拉出车外压制上铐。嫌犯在左营区没开大灯遭警方拦查，拒检逃逸，上演警匪追逐。警方一路从左营追到燕巢，跨了七个行政区，中途警车拦截被猛烈撞开，车门凹了一个大洞。落网时嫌犯竟辩称不知道有警车追。你在那裡顧到，你還不知道？嫌犯撞车头破血流，救护人员包扎伤口，表情痛苦，哀哀叫，被带回派出所，坦承因为有毒品前科，误以为自己是通缉犯，怕被警方逮住。啊，你是有白药啊？有啊。啊。咩个你看？冲撞警车，造成警车右车车身车损。心虚落跑还撞警车，警方大阵仗围捕，所幸警匪追逐没有发生意外，而嫌犯和车上乘客一路交通违规高达15项，罚锾将近10万元，还要被依公共危险罪送办。记者侯昌腾高雄报道。